这个计划已经要省成这样了，连框都没了。对啊，自从改成这个门之后啊，你的失败率是偏高。偏高。你单身，我改你单身。他是真单身，真的，跟我们之前那些计划的女生不一样。哎、欸，那你是可以真的嫁来台湾的吗？我是真的很想要的耶。那我也真的会接受的耶。在外面可能抱抱亲亲，我没有办法。这个也是我需要的。可是你被拍太多次了。欸、不是，现在是怎样？这个计划已经要省成这样了，连框都没了。对啊，框个妹也没有，框个门也没有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觉得这个门哦、喔、有点不吉利，不吉利。因为自从改成这个门之后啊，你的失败率是偏高。偏高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们直接晋升，连门都没有，什么制作费？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直接真正、欸、真正的门，欸、日式的。你自己有没有就是幻想过有跟日本的女生交往？当然啊，因为日本女生就是会把自己的男生就当着是天一样服侍啊。然后你走到哪，那个拖鞋就把你塞到哪边啊，然后洗澡水都把你放好啊，那种啊。嗯，骗子看太多了，然后有一些迷失。对，而且这场景会不会有点飞天星地的感觉？好啦，那就让你看看今天的女主角。来来来，我们欢迎今天的女主角。你单身，我给你单身。泡澡。麻油啊！嗨，李东哥。哇，哎、欸，真的是日本人啊！真的啦。哎、欸，麻油是日本哪里人？大阪人，大阪的。大阪女生啊，是最就是很热情、嗯。对。而且大阪真的也就是飞田心地。对，你刚刚我直接问。所以今天麻油答应要跟我来一日约会。没错。一日约会。哎、欸，我想问一下麻油，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？やさしい、面白い、変態。变态。对。有吗？脸吗？哦，脸变态。对第一印象是不错的。对。然后因为我觉得麻友啊，在节目上的表现，我觉得很可爱。哦。他就是外表看起来很温柔体贴，是。可是他可以讲一些可能让你想象不到的话。对。怎么说？怎么说？他骂人应该蛮厉害的。不会啦。不会吗？你试看看，骂一下立冬。白了。可爱啊。就可爱啊，就反差萌啊。刚刚那个开场啊，所以真的日本女生会这样子吗？我觉得还是会迎接，但是跪着有点夸张。可能我想象中的画面是已经煮好饭，吃晚餐吗？还是你要先洗澡呢？还是我先呢？真的会，真的会，还是我先？什么意思？想象中是这样。哇塞，是立冬在幻想吧？真的你在幻想。那我们想问一下麻友，因为你来台湾发展一段时间，几年啦、啊？我来台湾七年。比如说有男生。追你啊，或者是台湾的男生对 啊, 對啊追你或者我现在单身，为什么对 啊, 啊就没缘分呢？所以我来约会啊。哎呀，今天所以他是真单身，真的跟我们之前那些计划的女生不一样。你不能因为你被拒绝，然后就说人家没有单身。对对对对好 ，OK， 那接下来好不好？先让大家更熟悉一下，嗯，搞不好有机会发展成不一样的关系。好了，好不好？台日友好是大豆，我们现在要来聊天。好，然后有麻油情，麻油在一定要有麻油面线。这个梗我已经背完了七年，真的，七年，整整老梗，是我老梗。那麻油你来台湾七年了吧？比如说你吃东西有被台化吗？都喜欢呢、欸，我本来就很喜欢台湾的美食哦。对，所以不止台湾男生对你的胃，嗯、台湾的菜也对你的胃。没错，没错。哎呦，整个台湾都服我的胃口。哎、欸，那你是可以真的嫁来台湾的吗？我是真的很想要的耶。那我也真的会接受的耶。如果你有喜欢的人，你们是会主动追求吗？还是？哦，对，我觉得日本女生算蛮主动的，然后有个三次约会定律，就是三次约会，然后就要交往。对，没有交往的话就哎 GG 了，没机会了。真的假的？所以我们这个算第一次。对，这是第一次。哦，你要好把握哦。还有两次机会。还有两次，还有两次。对，是怎么样判断呢、啊？因为我们交往很快，就不会拉很长。前面你们没有什么暧昧期。会有，但是就是约会就是三次，然后如果没有告白，其实就是约会三次就合体。对，差不多。不是，而且为什么他秒懂啊？对啊。哎，わかりません。那你自己喜欢什么样条件的男生？肌肉，笑起来可爱。这里有肌肉，好，笑起来。
可以再好看一点吗？完蛋完蛋了，第一次完蛋了，完蛋了，第二次了。有没有什么男生的一些习惯是你不行？台湾的男生的举跟女生的举是一起的，我们日本就是男生就是男生，女生就是真的蛮干净的。OK OK。然后情侣的时间就是情侣的时间，除非他们真的感觉很好。各玩各的，意思是这样吧？那是这样。那太好了，对，这就是我要的，这符合立冬的需求。还有放手。就是在外面可能抱抱亲亲，我没有吗？这个也是我需要的。没有，因为我们都是公众人物嘛。可是你被拍太多次了。今天很呛是吧？哎，我觉得麻油刚刚问到一个重点。所以你会 care 你的另一半啊的女生朋友这么多，然后常常会一起约出去玩。我跟你讲啦，你跟我解释，他还没讲话、欸。对，我先讲，如果我男朋友很帅的话，可能会。在意，妈有留个聊天啊吃面线啦、啊！我又没有说你。啊，对对啊，他还没讲完。你就是不直接说他，所以他变得更火、啊。我觉得话到这边就好了，刚刚不要有伤害。那卫生习惯呢？卫生习惯，对，吃相吧，吃相。不会care吃相，难看，他都针对我啊。为什么？所以被拍。吃相难看。来来来来，我真的没有讲过你吃相不好看，真的没有。新闻讲过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算用心了，快去 Google 我的一些历史。查过，我发现，而且很细的点，细哦。那你可以帮我们示范好吃的吃相。而且日本人吃面不就是一定要像拉面那种要素？哎，很优雅哎、欸，可以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因为我们今天麻油好像有带来一个小礼物要给你，这么好，对他亲自准备的。我做了玉子烧给你，哇，但还没坏掉。哎、欸，真的嘞！传统日式玉子烧，正宗日本玉子烧，对啊，好可怕哦！我第一次给男生吃，哎，哎，很好吃，哎，真的吗？好好吃哦！你第一次，你之前没有做过给你男朋友吃过吗？玉子烧是一个很朴素的东西，所以我比较就是常做我自己吃。对，我如果是男朋友的话，我明明没有做过给男朋友吃啊。啊，不要再吃了，没关系啊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要省啊？你要留在明天吗？不是的，我好有。还有其他男生要吃吗？没有啊，没有了，我怕你勉强啊。好吃。真的吗？好吃。好，那我们今天麻油他有一个任性小要求。哦。什么？就是我之前在日本的时候啊。就有被前任骂过，然后我从来没有骂过，所以我、就是、哦，你没有骂过男朋友，对对对，啊、所以呢，我今天想要骂你。那主要的情境吧，你当时被骂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？是因为我没有帮他倒酒，然后这么无聊，就是因为他觉得没面子了。好吧，那你今天就把你的怨气出在我身上了。好，来立冬，我们来示范一下。好，不会倒酒，不会倒酒，被麻油骂。好，来，被麻油，喝了。哎哎哎！何してんの本当に、バカなの。本当にありえないんだけど、本当にバカ野郎、本当にうんこ野郎。愛してる。可以中文翻译一下吗？バカ野郎大便。我是大便。你是大便吗？哎、欸，日本人骂人会骂大便哦、喔。我刚刚想到了，就是我想到最脏的大便是什么？形容词。乌狗。乌龟肉。好了，麻油气消了。有吗？这样有抒发到吗？有抒发到。好了，那刚刚也让他抒发完。对。接下来还是有一些亲密的小互动。哎呦。亲密的小互动。要让我们增进一下彼此的感情。好了。看看有没有机会再泡汤去。今天的亲密小互动呢、欸，就是要结合我们日本的传统服饰、嗯，让你来帮我们的麻油穿浴衣。哇！但是要蒙着眼睛，然后让麻油来指挥你帮他穿。可是浴衣很难呢、欸，我记得穿和服很难。我自己穿也会觉得很难。Oh, OK。对，先帮你戴眼镜。先帮我戴。哦，顺便弹我。哎，双手伸出来。嗨，哎、欸，这什么？你脱了衣服吗？对，你不要闻哦。哎、欸，我要穿过去。啊，好可怕！有一种虐待的感觉。等一下，
你的右手，我的右手，慢慢慢慢的往你左边过来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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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很好很好，继续继续。然后呢？好，哎、欸，好香哦。然后你可以放手了。放手啊！你手在抖什么？右手对，然后呢？左手，嗯，往右走，走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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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没错 ，OK。拿着，对，好 ，OK， 可以放了。拿着，然后找我的肩膀挂着，找我的右边的肩膀，对对对对，没错，对。挂着。对，挂。挂。OK， 很好。好。然后左手放。放。左手拿这个。哪个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这里。对，这里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然后帮我绕。绕，对，绕，对对对，我转吗？对对对，转转转转转，对对对对对，我转，对，没错，继续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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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，这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蒙眼穿浴衣这个游戏好像蛮不错，蛮开心的。那你可以跪下来吗？哦哦哦，对对对，这样子这样子，然后啊，对不起，有点绕太多了，可以帮我。再解一圈，好，哦哦哦，他自己转，他自己转，他自转，右走右走右走，什么？折来折去，对，折来折去，哪个折？这这样这样这样，然后再对折再对折再对折，哦，这样，啊，差不多，对对对，好，谢谢，好烂，谢谢，你折反了啦，你折反了，哦，对，不知道啊，这里下面的洞，对，下面的洞。什么下面的？真的有下面的洞了、啊。下面有洞。你找我的手，慢慢伸过去。你找我的手，对对对，你摸他手。嗯嗯。然后把你的那个带。在干嘛？把我的带。你带。这个叫带，然后就是过来过来，对对，穿进去。对对对，往上，很好很好。嗯。把这边拿好，然后往左转。我往左转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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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哦，很棒哦。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对，啊、你自己把眼罩脱下来看一下，你穿怎么样？我好像就是受坏事完之后，哇，很乱、欸，完成了、欸，完成了，但是很乱。对对，我知道，可是乍看之下好像还 OK、欸。哇，还再问一下，还有你觉得刚刚立冬的过程中，绅士吗？绅士，绅士。嗯，真的，我完全不敢。有任何肢体碰触，对，真的没错，完全没有不舒服。哎、欸，那可以不给我们立冬一个小福利啊？嗯、好，就好让他公主抱一下吧，就是他穿着这样浴衣，他这样抱着你，还好吗 ？OK 吧？可以吗？马有感觉不重啊。好，来 ，say no， 哎、欸，可以吧？怎么样？你看，哎、欸，你的未插人，你的腰要小心哎、欸。可以可以可以 ，OK OK OK， 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就要进入最后的环节。对，嗯。要让我们马友来大抉择 ，OK， 他有没有可能进行第二次跟第三次的约会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抉择。咚咚咚咚锵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好的，马友，那今天跟立冬这样子短暂的约会啊，你自己对立冬有不同的想法吗？我觉得没有变呢，就是一直也都很好。哦。是立冬这样的男生啊、嗯、你是会愿意给他机会尝试的吗？真的假的？好，待会如果你愿意跟立冬朝着不一样的方向发展，然后你就做出你的决定。如果你不行，你就走掉，不要勉强。好，好，那再对我们镜头讲一下对立冬想说的话。立冬哥，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OK， 接下来进行最后的大抉择。哎呦，立冬紧张吗？紧张啦！刚刚在吃饭的时候，好像他蛮多事情是针对你来的。对，他有做了一些功课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麻油来发自内心的抉择，看看你有没有机会台日友好。OK， 好，来，立冬，请伸出你的手，来喽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一，一。打！哇！就还没讲完！哇！幸福来得太突然，怎么可能？不是、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什么？你什么态度啊？哪有啊？为什么？内心真的感觉，你觉得立冬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温柔、幽默，然后变态，对，就是。很加分哦，这件事情是非常加分的，就是在一起就是要快乐、啊而且变态就是对他变态啊，又不是对其他人变态。这不一定，但是。
来，那我们来问一下立冬，你自己的感觉今天？我觉得今天我就有点像在做梦。台湾男生大部分都会有一个向往，可以跟日本女生交往，对，因为温柔，然后又善解人意，然后他又有一个很棒的特点，是他又独立。真的。好啦，那今天就是一日约会成功啦，换门之后就成功了。真的，哎，这古迹一定要保留下来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期待，也可能没有下一次一日约会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大成功，期待下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都还是马友。哎、欸，有可能哦。有哦，我们去升级，对啊，去见妈妈。但你会不会觉得很不习惯？就是在台湾，然后男生都会帮你服务。我现在有点习惯了，来七年。难怪想嫁来台湾，被宠坏了，对，被宠坏了，有点被宠坏了。